屋企廁所廚房嘅玻璃膠發曬毛，可以點算好？最有效嘅方法就一定係鏟走舊膠，再支新膠啦。而當有需要鏟走舊有玻璃膠嘅時候，好多朋友都只係會用戒刀幫手。咁但喺呢個時候就會發現，只係用戒刀咧，就好難將玻璃膠完全鏟走嘅。咁鏟唔走嗰啲玻璃膠又可以點處理呢？咁今日就等我介紹呢一個小小刀片夾俾大家認識一下啦。呢個刀片夾嘅設計非常簡單，只有一個掣，只要撳實個掣，再向前推就可以褪出刀片啦。之後就可以開始鏟走殘餘嘅玻璃膠啦。依家就一齊睇睇佢嘅威力啦。示范就睇完啦，事实证明咗刀片夹系可以将戒刀戒唔走嘅玻璃胶清得一干二净嘅，而且呢个刀片夹都只系几蚊鸡噶咋。最后就系有啲型号嘅刀片夹咧，系有后备刀片俾大家随时更换嘅。有需要 DIY 移除旧胶嘅朋友咧，就不妨去五金铺买翻个啦。